我们再次来仰望我们的神，凡靠着耶稣进到神面前的人，耶稣都能拯救到底，因为耶稣是成为的活着，替他们祈求，阿们吗？耶稣从不离弃我们，他总是在身边帮助着我们，他是我们的磐石，是我们盾牌，是我们的山寨，阿们吗？这时候我们来做一个你与神之间的关系。常常我们在遇到难处的时候，你第一个想到的是谁？是神，阿们。很感谢你们第一个想到的是神。当我们来有困难的时候，来到神的面前祈求，或许你们都知道家里发生很多事情，可是我很感谢神给我一个这么坚定的心，让我依然能够站立他，站立在他的面前，能够敬拜他，让我不放弃来到神的面前，这是我一个很感谢神的。然后我希望你们都可以为自己做一个代求的祷告，求神赐给你们对他的信仰之中有个坚定的心，好吗？祈祷，慈爱的天上父神，还有主耶稣，主啊，你怎样叫我坚强？主啊，你怎样叫我的心能够坚定于你？主啊，你怎样叫台下的人？主啊，叫你的儿女能够坚定，坚定他们对你的信仰，坚定他们对你的心。主啊，即使我遇到难处，我们依然喜乐的来到你的面前，单单来敬拜你，单单来向你呼求，向你祷告。主啊，你说我们要等候你。主啊，等候你。主啊，我谢谢你在我有这么困难的时候，主啊，你的天使在我身边围绕着我，不断的为我代求，不断的为我们家庭来祷告。主啊，我谢谢你降下你的天使在我身旁。主啊，谢谢你。祷告奉主的名求，阿门。